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的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党、我国、我军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于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圣淘沙岛同联合国中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了朝美两国历史上第一次首脑会晤和会谈。金正恩同志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10分从住处出发，抵达了会谈场所新加坡圣淘沙岛加佩纳酒店，在朝美首脑举行第一次会晤的会谈场所门厅里，并排升挂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和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当地时间上午9点，我党、我国、我军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会晤，第一次握了手。金正恩同志同特朗普总统合影留念后，边寒暄边走向会谈厅。金正恩同志和特朗普总统举行了单独会谈。金正恩同志意味深长地说，来到今天这一场合的过程是并不容易的，尽管有过去历史拖住了脚腕，也有错误的偏见和行动遮盖住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但是果敢地踏住那一切，就这样来到这个场合，站到了一个新的出发点上。朝美首脑就在终止数十年来一直持续的朝美敌对关系、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做换了惨烈的一天。朝美首脑单独会谈结束后举行了扩大会谈，参加扩大会谈的朝方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哲同志、李朱镛同志和外务省李明虎同志，美方有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负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会谈上就建立朝美新关系、构筑朝鲜半岛持久巩固的和平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有深度的讨论。金正恩同志说，能为和特朗普总统等美方代表团代表武器而感到高兴，并高度评价了总统不问敌对的过去，而要通过对话和协商以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意志和愿望。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这次首脑会谈会带来朝美关系改善，并予以评价说，由于金正恩同志从今年年初起一直采取的主动的爱好和平措施，仅在几个月前也就有军事冲突危险达到极点的朝鲜半岛和地区出现了和平与稳定的气氛。金正恩同志说，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不幸与敌对感产生了诸多问题，要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无核化，就需要两国相互理解，承诺不与敌视，采取法律和制度措施来予以保证。金正恩同志说，朝美双方要在紧短时日内积极采取一系列实质性措施，以履行在这次会谈上讨论的问题和联合声明。金正恩同志当场接受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美军遗骨发掘及遣送问题，并指示采取措施来尽快加以解决。金正恩同志说，在朝鲜半岛构筑持久巩固的和平机制，这对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先要下决心停止各种刺激和敌视对方的军事行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对此予以理解后表示愿意在朝美之间进行善意对话的期间，可以停止朝方所认为是挑衅的美国南沙群联合军事演习，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安全担保，而且随着通过对话与协商的关系改善进展，解除对朝制裁。金正恩同志表示，如果美国为改善朝美关系而真正采取旨在构筑信赖的措施，那么朝鲜也可以与之相应的继续采取一系列善意的下一步追加措施。朝美首脑就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过程中，重要的是遵守三期同时行动原则达成了共识。这一天举行了由朝美首脑和双方会谈成员出席的午宴。午宴上就为了巩固朝美会谈成果，推动朝美关系取得划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活跃双方沟通和接触来往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午宴结束后，朝美首脑一起边悠闲散步边加深了亲密之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历史性的新加坡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上签了字。金正恩同志说，今天在结束过去宣告新出发的历史性联合声明上签字，世界将会看到重大变化。金正恩同志和特朗普总统为历史性文件的签署而合影留念后话别。
金正恩同志和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和坚信，将出现另一段两国结束彼此间纠结、敌对、不幸和真正的和平的过去，迈向一个双赢双利的良好交人未来的新时代、朝美合作的时代。金正恩同志邀请特朗普总统到巴顿的时期访问平壤，特朗普总统也邀请金正恩国务委员长访问美国。朝美首脑表示相信，这一邀请将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又一个重要契机，并欣然予以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表了新加坡首脑会谈联合声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首脑会谈。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就建立朝美新关系、共筑朝鲜半岛持久巩固和平机制等问题交换了广泛而有深度的坦率意见。特朗普总统广厦声明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委员长表示重申对朝鲜半岛顽强无解化的坚定不移的意志。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表示相信建立朝美新关系将贡献于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认为高度相互信赖将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并声明如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朝着符合于两国人民希望和平与繁荣的愿望的方向建立朝美新关系。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为构筑朝鲜半岛持久而巩固的和平机制而共同努力。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表示重新确认2018年4月27日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并承诺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表示承诺进行战俘及下落不明者的遗骨发掘，立即遣送那些业已发掘并确认的遗骨。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认为，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朝美首脑会谈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在解除两国间持续数十年来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关系，开创新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并决定完全迅速地履行联合声明的各项条款。两国首脑决定在仅短时日内举行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高级人士的后续协商，以履行朝美首脑会谈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决定为推动新的朝美关系发展，促进朝鲜半岛与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安全而予以协助。2018年6月12日，于新加坡圣淘沙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党、我国、我军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圆满结束在新加坡共和国举行的历史性朝美首脑会晤和会谈，13日抵达了平壤。世人对史无前例的世界性会谈的巨大关心和兴奋席卷全球。在这种气氛中，金正恩同志圆满结束新加坡朝美首脑会谈，12日夜晚离开住处，踏上了回国之路。为参访金正恩同志，新加坡共和国外交部长韦文、右翼部长梁宇康专程到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等候。他们向金正恩同志表示祝贺，他圆满举行历史性的朝美首脑会谈。金正恩同志代为新加坡共和国政府为圆满保障朝美首脑会谈举行而做出很大努力，竭尽全力，再一次表示了谢意。金正恩同志从那些前来参访的新加坡政府干部亲切话别后登上了专机。金正恩同志乘坐的中国专机13日早晨7点在平壤国际机场着陆。全国人民屈指等待出国访问的金正恩同志平安回来，平壤国际机场处处洋溢着他们的火热之情。机场上举行了迎接金正恩同志的仪式。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热情地迎接了金正恩同志，所有前来迎接的干部反映全国人民的一致心情，
表示最热烈祝贺金正恩同志进行精力充沛的对外活动，主导朝鲜半岛政治形势走向，为朝美关系开创了新局面。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均握手，并向心爱的祖国全体人民表示亲切的回国问候。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4周年之际，外国报纸和网站最近替主席发表了文章。民主刚果的未来报登出金正日同志的照片，以朝鲜劳动党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配了主席。俄罗斯的公海边疆之礼报在原上送了金正日同志的先军领导主席。尼泊尔主体思想及新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网站主体尼泊尔在文指出，金正日同志把朝鲜劳动党建设成为一个坚持实现领袖思想和领导的思想上团结、组织上统一的整体，为人民服务的母亲般的政党，领导先军革命事业的老练而久经考验的政治参谋部。奥地利上奥州青年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网站以工人天国为题，在文介绍了朝鲜工人阶级在朝鲜劳动党的心血关怀下享受幸福生活。我国江原道原山市松川蔬菜专业合作农场竣工并加速使用。竣工仪式12号举行，由江原道党委委员长朴正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松川蔬菜专业合作农场和原山市的劳动群众。这座农场建有雅致的农村新式住宅、文化会馆、托儿所、幼儿园、农业科技普及室等。这天，农场员们天有心事。我国各地工矿企业工人群众发达升级生产革新，努力保障原山格马海亚旅游区建设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设备。祥源水泥联合企业的工人集体，到现在为止完成了原山格马海亚旅游区建设工程水泥生产计划的78%。川内里水泥厂也提高设备的开动力来增加生产。两江道、慈江道、咸镇南道和咸镇北道林业管理局下属各单位工人群众每天都坚持执行原木生产计划。50山花岗石矿山的工人集体仅在5位一个月里超额14%完成生产计划，把石料制品送给原山格马战区。利源矿山和千里马建材综合厂分别以102%和100%完成了原山格马海亚旅游区建设工程所需的滑石和各种塑料管生产计划。日用品工业省、煤炭工业省、轻工业省、南浦市人民委员会和咸镜北道人民委员会下属许多单位也加紧材料生产。我国铁路运输部门今年以来取得了数十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铁道研究院研究并完成新的铁轨部件，对推进铁路的重量化和高度化做出了贡献。平壤铁道综合大学自己研究并完成了列车运行安全所急需的机车速度仪。京津铁道厂制造出新型焊接辅剂来提高了焊接质量。顺川养路队制造并采用数字温度传感自动调节器，以便保障养路作业所需的部件材料生产的科学性和安全性。我国理科大学化学学院研究集体研制出了乳腺肿瘤治疗药。乳腺肿瘤治疗药对心脏系统、消化系统和泌尿系统没有任何不良影响，药效很大。通过临床检验证明，乳腺肿瘤治疗药对卵巢癌症、乳腺疾病等妇科病治疗也有特效。2018年国际乒联争霸级平壤公开乒乓球比赛13号在新春大街乒乓球竞技馆开幕。本次比赛由我国、中国、蒙古、伊朗、越南、苏格兰等国选手参加，将分为男女单打、双打、21岁以下男女单打等项目进行各组联赛后，以淘汰赛方式决定胜负。比赛将进行到17号。在历史性6·15共同宣言发表18周年之际，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朴秀哲13号接受了朝中社记者的采访。朴秀哲代表说，6·15共同宣言是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将军的自主统一思想与路线和卓越而老练的领导的宝贵结晶。
庄严的六一五时代使全体朝鲜同胞充满喜悦，让世人感到激动。它证实了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理念就是一面最光明正大的祖国统一旗帜。他接着说，敬爱的金正恩国务委员长肩负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在历史遮蔽板门店打开了南北关系发展的转折局面。金正恩国务委员长是全体朝鲜民族都要敬仰和拥护的祖国统一救星。朝中两国老年人见面会13号在平壤的青年中央会馆举行，有朝鲜老年人保护联盟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朝鲜老年人文化艺术协会全体成员和正在我国访问的中国老年人参加。会上发言者说，朝中传统友好关系是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并加强和发展的。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同志的深切关心下更上一层楼。他们强调要加强两国老年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会上举行了两国老年人文艺小品演出。亲爱的听众朋友，新闻报告完了，是由崔清美和金秀英播送的，感谢收听。下面发送女生爱重唱和伴唱《我们的元帅》。
朝鲜之声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第十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栏目。朝鲜劳动党完全负责人民的命运，名副其实为人民服务，还为给人民创造更加富裕、更加文明的生活而进行斗争。朝鲜劳动党的各条路线和各项政策都是集中反映人民意愿和要求的，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也是以关爱人民、相信人民为基础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把朝鲜劳动党加强和发展成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母亲般的党，在那些年月里始终要求通过一项决议或采取一项措施，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为其实现服从一切。有一次，有关日南工作人员计划在流经某道所在地的一条河上游建设一家经济效益很大的企业，那里是新建企业大概不过的地皮。问题是这条河与居民区很近，可该怎么认为只有采取污水净化措施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金正日同志听到有关汇报后说，那条河是人民利用的，即使采取彻底的保护措施也不能放心，还是要另找企业建筑地皮。过几天，金正日同志听到有关重新选定地皮的汇报后表示了满意。他说，选定工程地皮的时候当然要考虑各种条件，但最重要的还是慎重考虑对人民生活会产生的影响。他接着说，无论经济效益再大，也绝对不能允许以人民造成损失，即使能得到一碗金钱，也不得弄脏祖国的一条江河，尤其是绝对不能对人民生活产生丝毫的影响，这就是他的意志。金正日同志说，人民的喜悦中有他的喜悦，人民的幸福中有他的幸福，并为人民的喜悦和幸福奋斗了终生。的确，朝鲜大地的一万达创造物都是朝鲜劳动党为人民利益服从一切的政策所带来的宝贵财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第十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党。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继位曲《我国的蓝天》。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女声重唱《我们爱党旗》。第一段歌词带如下：我们都爱你，热情的红色党旗，你像朝阳一样照得我们心潮澎湃。你的飘飘声声是母亲亲切入耳的声音，你给我们美丽的生命，世上最宝贵的旗帜，心怀腾空的美梦和理想，在这旗帜下我们成长了。母亲等啊。
听众朋友，下面请欣赏场所那种手革命歌曲原曲。
听众朋友，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华语广播到此结束。我台所用频率和时间如下：中国关内方向，平壤时间6点到7点，北京时间5点到6点，平壤时间7点到8点，北京时间6点到7点。左右频率是9875千赫、11635千赫。平壤时间20点到21点，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左右频率是7220千赫、9645千赫。中国东北方向，平壤时间6点到7点，北京时间5点到6点。平壤时间7点到8点，北京时间6点到7点。所用频率是7235千赫、9445千赫。平壤时间14点到15点，北京时间13点到14点。所用频率是7220千赫、9445千赫、9730千赫。平壤时间17点到18点，北京时间16点到17点。所用频率是7220千赫、9445千赫。东南亚方向，平壤时间12点到13点、15点到16点。采用频率是13650千赫、15105千赫。平壤时间22点到23点。所用频率是11735千赫、13650千赫。谢谢收听，再会。